所以我们讲新年啊，要收，如果可以忍的话，收至新年那一天要大煮大炒那一天穿这一件收至的话，这个颜色很适合。它有一点点，它不是红啊，它是属于美于怎么说呢？紫红紫红就对了。我身上这个是 magenta， OK， 很特别。它显瘦的来，它颜色很特殊，可是它不是那种很亮的。尤其是你有白色的裤子，你配搭这件很好看。所以说，出彩的颜色，主播身上这个哈 magenta， magenta color， 五个色，颜色没有很多， OK， 五个色而已。Lime green， 显瘦的话应该这么说了， magenta lime green 和助理身上那个黑都会显瘦， OK， 都会显瘦。最显瘦当然是黑色， 黑色 OK。再来比较 ladies 比较柔的颜色，就有这个 baby pink， 然后白搭衬牛仔，带走白色的。然后 issue 跟关注你们的 magenta 留五个色，扣是 STT 25加钱只是55，应该我也是会留 magenta， 因为我打开我的衣橱啊，我发现有很多白和 pink 嘞，怎么办？我那天打开衣橱，为什么这么多白和 pink？ 我很多白是因为每次我觉得那个白的肮脏了，我就不穿了啦。我觉得它不够白了，我就不穿了，我会再换。OK， 这一期啊，其实我们蛮多期没有这样子 basic 款的上衣了。OK， 要的话赶快啊，这个我的数量很少一啊，这个就是每个色只有六件而已啊。所以马天大是只有三件啊。所以马天大就用三件我的补货了哈，每个色只有六件而已 ，OK，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现在因为也是太久没有有了，所以厂在那边也是抢啊，其他他们也是就是说抢货哈。对了，就说 STT 要的话打克他的 STT 25，没有的话就是助理现在身上穿的那个裤子啊 ，OK， 因为我刚才也是有穿着这件裤子。啊，来，我们中途休息五分钟，8:50再回来呀、啊，8:50再回来。款的上衣 ，OK， 因为我们感觉上好像上个礼拜也是没有basic款的上衣，星期二也是没有，这一期我们就有啊。STT 25价钱只是55，一样啊，55零结是有厂家规定必须要卖的价钱。我身上的白 ，baby pink， magenta。蓝 green 加待会助理会穿黑色，有小细节的一个黑色款的上衣，你看很特别，在袖子那个看，它袖子这个看啊，它这边是这样子破开，所以我讲我们这个做这样黑色款的 cotton T 的上衣的厂家，它很有它的每一个黑色款的上衣，它都会有一点小细节，肩膀这边啊是这样子有破开，有款式啊，肩膀啊这样子破开。后面一样啊，后面一样是破开，然后袖子这边是有微微这样子桌折的款式。我们之前有一个也是类似这样子的，很多顾客都还在找，因为整体它穿起来 basic 的来，可是它还是有小细节，它不会太单调。白色 ，OK， 白色最浅的颜色是主播是白色，大牛仔的话那就白色。对了 ，OK， 弹力非常大，很舒服，所以说这一期找的很 basic 款啊，看着手臂的。简约的来，这种是我们常说你会穿的，你再穿，为什么呢？这个上身非常舒服，大弹性。助理一样是穿着同一个尺码，对，这个面料啊是很 soft 很柔，所以为什么刚才助理会问我，它跟之前有个面料一样吗？它是很滑，凉凉冷冷，它不是那种海沙沙，因为外面有一些看去很类似这样子的面料，可是上身之后啊，它就不是那一回事。这个我们这个厂家他用的面料都是属于 trickle 比较高的，对 okay， 所以说上围这个可以到102啊，这么巧你上围是102，穿上去是有一流空间的，是不会累不会压胸，然后在我身上我拉伸是还有这么大的空间，面料弹力非常的大，完全没有约束感。来，显瘦的颜色就是我身上的黑色，这样子的我们再讲 basic 款的，你就会说，尤其是在家平时休闲穿，还是一些说有些是在家的时间比较长的，这种上身很舒服，不用说，因为你在家不会说一直开着冷气嘛，风扇是很凉爽很舒服的，所以说找个 basic 款的上衣，然后这个呢，说你不答应也是 OK 的，因为有些比较宽比较大的版型可能比较长，你不答应就穿起来好像很矮的感觉，捂的，这个就不会啊，所以说这一期找个 basic 的啊，就是说比较简约款的 T 恤，算是 T 恤款的上衣吧。考虑带走这一个，可以显瘦的话，我身上唯一的一个，所以说，显瘦的颜色，我身上的黑色哈。
浅浅的 baby pink， OK， 柔柔的那个粉，然后这个粉也不挑年龄穿啊， OK， 基本上你看都陆陆续续啊，款式会有 magenta 啊、紫色啊、红色之类的，这期我们也是有个 magenta color。七号款要来了没？V 领会有啊 ，V 领可是 V 领会比较欺负人穿啊 ，Dennis， 为什么呢？尤其是很 basic 款啦、啊、，V 领的话，他们会觉得领口太大了，可能穿起来休闲穿就有一些不方便，所以说厂家也是有考虑的。如果是说你 basic basic 款呢、啊，圆领是最适合的，对顾客是最喜欢。圆领的领口也不可以太大、啊，太大有时候我们做教，好像我们尊上尊下，爬上爬下的，它不方便，它就会走光。所以说，为什么圆领比较多是有原因的，还是会有啦。V 领就是偶尔还是会有，比较少、啊 okay。来，我身上的这个是 baby pink， 这个 pink 它有点带桃色这样子，整体来穿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如果你一件白色的裤子啊，很白搭，我是换了一个白色的裤裙板搭这件上衣，非常好看。整体不穿了，直接显年轻啦！主播这样子的配搭，直接显年轻啊！显龄最少一个二十。来，一样同款上衣啊，所以说要穿显年轻，然后显白，带着粉色。OK， 主播上的粉不挑年龄的粉哈，从四十加变成三十加，多么开心 ！OK， 多么开心 ！OK， 我身上的粉，来我去换 ，Line Win 给你们看先，来这里。很舒服，真的舒服，然后面料是非常舒服啊。然后说然后这个靴子是属于算是一个五四到五分袖啊，把该遮都遮完了。OK， 这种啊，我会跟你说，写包单。如果你平时休闲穿哈、啊，这种面料就是说，你会穿了就看，哎，我的衣服干吗？洗了吗？我会想穿回它，因为上身非常的舒服哈。已经确实是有好几期没有这样子简约然后大谈舒服的这种非常舒服的 cotton 面料了哈。觉得要比较属于一个减龄的颜色，然后是说比较柔的女人味，你们选择带着粉色吧。我们这两期啊，因为我们之前有些款式还剩下一点点的，这两期我们也 post 一些五分袖的、啊、这样中袖的，很多顾客在找啊，可以考虑带走这个款式，因为之前我们有些是这样子比较短袖的，这个几乎啊整个拜拜对拜拜的手臂都遮完了，遮完了啦，四到五分那个袖子哈。among 五个色里面比较出彩的颜色会是这个 lime green， OK， 出彩的来比较清秀的颜色 lime green， 没有拉链，没有纽扣，穿的时候就从头套，就像刚才讲的，虽然它是 basic 款的上衣，可是它袖子这边 OK 还是有桌折， OK 有桌折，然后肩膀这边是这样子破开，前后前面左右两侧前后都是这样子有破开来侧，最重要是面料是非常的舒服的，所以说这五个色里面你要比较清爽的颜色啊，会是主播身上的这个 lime green 哈。来，我先换本杰克开了给你们看。喜欢的话也不要只带走一个色哈，这个款式。三米的是 lime green 的粉色，两个色礼物了。因为那是我礼物那件啊 ，S